欢迎回到我们课堂。下面呢，给大家加一个小专题，加哪个小专题呢？加这个西亚模块库。我们今天先加链式存储，顺序存储啊，顺序存储，链格的顺序存储，顺序存储啊，加这个。到明天我们加链式存储。到后天我们加对合战略的啊，这么就消化了啊。战对合战略，那个对和队列和战的啊，链式存储啊。那今天先加这个啊，先加它。先加它，我们做一个模型出来。做模型之前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啊，先看一下你做成什么样子的，你自己有个了解。就是模板库啊，这都做好了，这挺简单的，你一看你就知道，但是呢，你可能是一开始动手的时候思想可能过不来啊。比如说，我们自己写了一个链表，这个链表呢是基于 C 加类模板库的一个链表，明白这意思吧？而且是我们这个链表啊，就是在我们的业务逻辑之上做了一个修改而已，套了一层 C 加规范而已。那怎么套呢？等会再说，先看现象，先看现象啊，就是我们这个链表和 STL 的链表一样的。我们做一个链表 ，simple link， 然后在链表里边可以装老师的指针，也可以装老师节点。那这个链表出来以后，你也可以给它传个容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往链表里面，在往链表里边插第一个节点、第二个节点、第三个节点，然后呢，再便利这个链表，便利链表以后，然后呢，删除链表。OK， 这样一看，我们这个链表是不是和 CGI 的模板库是一样的，和 STL 的模板库是一样的？对，下面呢，我们就做这个工作，好吧？从简单到容易嘛，我们一步步做。首先，咱这么做，把它给移除掉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添加一个 main 函数吧，新建项。然后呢，点它，点一个 main， sequence list， 点 cpp， 这里我们有 cpp 了啊，井号二 ，OK，F7 变异吧。没问题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创建一个模板类，创建一个不，我创建一个类，右键点它，添加类资源，添加类资源，然后呢，双击它，跑哪去了啊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 sequence link， 这样 sequence list 的啊 ，list， 这是一个链的顺序存储的一个类，是吧？链和 list 的啊，sequence list 的啊。然后呢，我看 sequence list 的这个 sequence list 的应该 list 的，这是个链表，就是顺序存储链表，点完成。这个时候它会给我们生成这个类的头文件，对不对啊？类头文件，然后点 C 点 CP 都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准备用泛型编程开始做那个做扩展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定义出我们的需求。就是我们这个 sequence list 的应该实现哪些功能？这个功能呢，我们在 C 语言里边都已经实现了，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以前的代码。当然，我们是参考是归参考，但不照抄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函数原型给搞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看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我应该实现的，在某一个位置插入某一个元素，从那个链表里面到某一个位置获取某一个元素，是这样吧？删除是吧？节点的插入、获取、删除，还有 list， 还有 cavity， 所以这几个函数啊，我觉得我是应该实现的吧。然后呢，clear dictionary， 因为都有虚构函数，所以说可以不做，暂时不做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把它拷过来，可能 C。拷过来以后呢，我给它做个修改。修改拷也不是机械的拷，这个是 C 语言的模式，但是呢，换成 C 加加就不一样了。C 加加里边就不需要有句柄了，求长度就直接一个长度吧。对不对？那这样，这不是求长度吗？我们 guess length 吧，guess length， 搞定，这是一个函数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求容量，那就是 guess capacity。简单点啊，guess。然后下面是往这个链表里面插入元素。往这个链表里面插入元素，相当于我定义这个链，我用的时候我肯定这么用了。
我用这个类，假设有一个 ins 里边的一个老师啊，一个老师节点。TEA 形式一样，然后呢，先这样啊，内蒙啊，先这样，先我们先不按指针的啊，先这样，H 啊，OK，然后呢，我们做一个老师节点放这里了，T1、T2、T3，然后呢，我们用的时候，我们准备装老师节点，肯定这么装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list 的吧，OK，当然这个容量你应该带参数的是吧？最多是十个节点。然后 list 的 insert 是吧？insert 我们看这个函数应该怎么定义啊？先写测试案例嘛，insert 这函数，那我们直接 insert 吧，简单一点，insert 以后应该是往这个链表里边直接插入元素，往这个 insert 应该是这样的，直接应该把老师节点扔进去吧，是这样吧？啊，去应该扔进去的，这个扔进去你要看。在哪一个位置扔进一个老师吧？应测的时候应该在哪一个位置扔进一个老师节点吧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应该这样比较合适一点。比如说，在零号位置插入一个老师节点，这样应该是这样做吧？所以说，这么做定义函数模型应该比较合理，对不对？OK，那我们定一下吧。现在我是在组织这框架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聚饼就不用搞了，因为这个聚饼啊，相当于一个 list 指针嘛。相当于我们写这个 list 这个聚饼，相当于这个对象模型初探里面讲的这个聚饼 C 加编辑器是不是这样给我们做啊？C 加编辑器，它是把是这样吧？这是相当于一个 list 指针嘛？所以说聚饼都不需要了吧？所以说这是事情来龙去脉，给大家讲清楚。然后那这个量搞完以后，那这个地方它不需要了。另外呢，我是不是应该把一个类型给加进来啊？这个类型我想支持 C 加加模板类型吧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 T 啊？引用比较合适。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用告诉 C 加编程 C 加编辑器，我要实现那个泛型编程了 ，template 是吧？然后在这里边 type name T 搞定。现在是不是我们这个类？写错了吗？在这里啊，这个类现在是开始支持泛型编程了吗？我们把它改了以后呢，我们在这里啊，这里边都不用加，不用管它，这个位置也不用管，那这个地方 capital 也不用管了，直接有个容器就行了。这个是吧？这样可以了吧？这个函数搞定，这个函数搞定，这个函数也搞定。下面我们是 guess 吧 ，guess 这么个来。guess 就获取这个链表里边的元素，这么搞 guess 啊，然后呢获取这个链表的元素，直接把这个元素是不是传出来啊？是不是可以用引用做比较合适啊？当然你也可以返回一个 T 对不对？这样做不好，我觉得用引用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啊，直接别人传来个引用，你在被调用函数里面去修改这个引用的内容，对吧？这样是插入一个元素，获取某一个位置的元素，获取某一个位置的元素，这样比较合适一点。这是输入，这是输出，是吧？这样可能比较合适一点。然后 guess 搞定了，然后再搞那个 delete 吧。delete 我们也可以搞，删除一个元素，删除一个元素 del， 删除一个元素是返回这个元素的元素吧？返回这个元素，那就是在某个位置上删除某一个元素，这样搞。前面的表示输入嘛，后面的表示输出 T 搞定。这样这个函数的定义已经搞定了吗？函数的定义搞定了啊，函数定义搞定了。下面我们开始对这个 C 加模板库啊进行优化，你得在这里边写它，把它搞这里边，是不是每一个函数都需要加上模板类的说明啊？不然搞不定，对不对？搞定它。另外作用域，另外还有一点，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这个？别忘了，你一编译出错就知道了啊，是吧？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做了。下面我们就是对每一个函数先搭框架，框架搭好了吧？把框架改成函数声明，把函数实现，然后呢 return 零，然后呢如发包制，干干体力活，复制粘贴，做个替换，搞定。搞定。
搞定，搞定。下面呢，再把这个泛型编程的说明加上。啊，这样丢一个，好嘞，我把这个弄完一会儿啊。上面丢了一个，丢哪一个？啊，这个丢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，哎呦，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没问题。这个是 good 函数，这是 sql 函数。这样的话，貌似把点 cpp 点都搞定了嘛。下面呢，我们看怎么测试把它用起来，对不对？用起来是我们这么用。首先呢，我应该把井号 include 点 is 身份证 OK。然后下面我们用它，这不是用了吗？这个是不是带参数的？是不是你要搞成个带参数的？你要告诉他开屏内存分别多大？所以说这个地方还得搞一搞它。然后这个不需要加，这个是获取啊，这个开屏都是它，就是我这个容量是多少，这样是吧？那这个地方呢，我需要再优化一下我这个代码，优化到哪里呢？这个在这里是吧？这样是一致了啊，如果不一致就麻烦，你要注意一下，一定要一致。这个开头改一下，这个开头是在这里啊，23行，对，把它去掉，一定要小心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搞完了，搞完以后呢，我们这样我们可以编一下，编译之前呢，给它赋个值，t1 点 age 等于一个31，t2 点 age 等于一个32，t3 点 age 等于一个33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 f7 变一吧，这个时候它应该报个错，我们看一下什么错，说这几个函数都找不着，那是因为两次变异的原因，在这个地方注意了，改成 cpp，f7 再变一吧，OK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框架搭建完毕了吧？OK，我故意给你犯个错啊，就是希望你注意啊。这个地方模板这个地方要引用 CPP 啊，我是刚才是故意给你留这样，我给你写下来啊。OK，下面这个模板的框架做完了吗？好了，我给你停录一把。